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坐火车，准备吗？你要保护我。欢迎大家搭乘小火车。那我们这边几个注意事项要告诉你们：第一个，我们火车行驶的时候，手跟脚不要伸出车外哦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个摇晃车身或者是回头张望。好，那我们火车行驶的时候，禁止使用手机或相机，以免拍照的时候会摇晃到车身，导致车轨发生危险。好，那我们火车出发喽。哦哟，哎你啊喂，怎么吓我一跳啊？冰冰，拜拜。镜像镜像。好，大家坐好了，坐好了。